看这一题，他说哈、哦，一个数的平方呢，以这个数的两倍，哦，叫 2x， 它的和啊哈、哦，等于2。那么他问这个数应该是多少？好，那我就把一过来了 ，x 平方哈、哦，加 2x 减2等于零。那我带公式解 ，x 哈、哦、是等于多少呢？这是。那个 a 分之负二分之 b 就负一加减根号二分之 b 平方一平方减 ac 加二，所以是负一加减哈根号三，哦一的平方是一嘛，一加二是三，就是负一加减根号三。